好，我们快点找东西吃，不然大家会饿坏。等下换我死。对啊，你有东西吃吗？你会不会太饿？要不要给你东西？我有一点。好，给你。阿谦的花圈可以捡走啊。阿谦怎么了？不好吧？我可以烧东西耶。我知道你可以烧东西啊，你不要烧太多东西哦。可以捡一点，我们不需要木灰，木灰没有用。我们现在去哪里啊？到底该怎么样才可以一次？怎么了吗？肚子饿到，饿到开始损血了，完蛋了！你找东西，米娜挂了。等一下，米娜，你要不要？我身上没有东西可以给你吃哦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哪里？哦，好，我刚刚又迷路了，天哪！好，那我也先去找一点，我看有没有蜘蛛可以救阿谦。好，这边有种子，米娜快点吃。其他你在哪里？你在这里。我在这里，我在你旁边。吃掉，好好拿去烤了再吃。然后我先去做一个武器。来不及了，再烤我就要往生了。OK， 那你先吃。地上这边还有种子，快这里。天哪、啊，实在是太恐怖了。我的理智还是有那个阿谦的那个小鬼魂。对他一直在降低，没关系，我们快点复活阿谦就没事了。阿谦，你的东西，你的包包跟花圈都在我身上。打击太大了吧？对，可能是吓到，打击很大。他怎么就这样子死在我面前了？对。OK， 我做了一个武器出来，然后看一下我可不可以做一点装备。我做一个稻草装备出来，好了，自己穿着。然后我去帮阿谦狩猎几只蜘蛛，然后救一下阿谦。好。要救阿谦的话，就是我会损20滴血到40滴血，就是复活别人的话。啊？对啊。我要割我自己的血给他。话说，不知道等一下米娜跟我谁会先死，我不知道，我不想知道这件事情。好惨哦！因为我现在剩20。你们去远一点的地方看一下有没有东西吧，不要在附近，去远一点的地方。远一点吗？对，远一点，哪里都好，远一点，远一点就对了。哇，等一下，我自己人物快死掉，我自己本人也有点饿了。okay, 有几只蜘蛛在这里？我刚才叫了。你死了。对。OK。完了完了，都追不到。现在不能用空白键打怪物嘞。对啊，都会那个，一定要用点的。我有打、啊。没有我要的东西，我们要拿到蜘蛛囊。我刚把 Turkey 杀逼到岸边死掉，然后结果他的其中一个鸡腿居然掉海里去。啊，好可惜、哦。好黏好黏。怎么办啊？怎么办 ？OK， 现在剩下我们。菱形，你真的跟我们讲的一样哎。什么？我们找了两个比我们还早死掉的。好坏。OK， 我为了救阿谦，我现在在沼泽跟蜘蛛搏斗，我现在很努力了，好吗？所以其实原本如果只有我们两个，你只要喂饱我就好。对，我只要喂饱你就好了。别叫，人家也是很努力的。okay. 我们有胡萝卜，赶快！他战斗变难嘞，超难，超级难。对他战斗变难了，我要吃，不是那么好打了。我快饿死了！你觉得我好对不起阿谦吗 ？OK， 还拿着他的。我找到，我找到了，我可以救一个人。我要救谁？我可以救两个，我可以救两个人，我可以救两个人。OK， 我要回来，我先找一点食物。可是没那么多血吧？现在都没有种子。可以啦，我可以忍痛救你们，没问题的。忍痛。可是我也需要找点东西吃，我现在肚子也开始饿。等一下啊，我现在要收集种子。再见，我要去照顾好自己了，拜拜。好，好。原来我们下方我又种了一个新的种子。这边是幽灵区 ，OK， 有点 creepy。那什么声音？为什么会有炮弹？炮弹？什么东西？我这边被轰炸还是什么东西？等等等等，这有点诡异。我先挖一点石头走好了。然后，哇，这边真的有炮弹呢，是怎么回事？差点！你这只臭兔子，你给我过来！这个遗迹到底是什么？我没有办法用它。好，然后这边有断掉的树，有没有石头？猪人，猪人，猪猪。我们要不要住在猪猪家？不行，我们已经有家了。我们也可以迁移，没关系、啊。我们可以迁啦，因为一开始的话，这边有猪王。真假的？猪王。猪王不是要给他肉，然后好像会给黄金吗？好像很没有用，才不需要黄金呢。好，那我今晚先在这个地方过夜 ，OK 吗？然后明天晚上我会去救你们。好，好，
那我今晚我先自己在外面过夜。那我先努力，我尽量好，你先，我尽量活下来。你尽量活着，让我明天还可以去找你。因为我还有我现在还有29 ，OK， 我现在有一只兔子。OK OK， 应该可以。我理智有点低，希望有点理智蘑菇，没有没有理智蘑菇。我理智剩72。你理智剩72。哎，我看到绿蘑菇了。我理智剩22。绿蘑菇要煮吗？对，要煮要煮，煮了才能吃。好。情绪有点紧张。哎，有果实了！哇、哦，好感动哦！有果实了，对不对？现在才有果实，已经挂掉两个人了。没关系，至少可以吃让你们活下去了，好不好？对。那我知道我们两个是来干嘛的了。我们是来造福人群的。对。我天哪！我在犹豫我要不要吃怪物肉哎、欸。可是你现在是你已经快没理智了哎、欸。吃怪物肉，对，不行不行不行，我不能吃怪物肉，我不能吃怪物肉，我不能吃怪物肉，我超想吃怪物肉，不能吃怪物肉。不行，我不能吃怪物肉。啊！哎、欸，怎么办？阿秋的花快枯萎了。阿秋，我的花也快哦。阿秋的花圈快枯萎了。哎、oh 欸，那个椅子在干嘛啦？你不要靠近我、哦。这个石头为什么黑黑的、啊？猜猜看，过来呀、啊！黑黑的石头，猜猜看好了，一样啊，没有什么特别的、欸。那个什么刮胡刀怎么做啊？我不知道、欸，你可能要看一下。看一下啊，不然我胡子超多、啊，变圣诞老 Coco。我理智有点低，剩下8，剩下7、哦。OK， 完了。Spear 是剑，对不对？武器，对，我的理智剩下6。OK，我做了一把剑。今天晚上可能有点难度过。理智剩下5，还可以加点火。我快不行了，感觉有东西要来了。小心，有什么东西在靠近我的感觉？剩下2，我剩38。Oh my god！ 这游戏最恐怖的东西是理智哎、欸，可是米娜是20，哎、欸，现在才7天，零，我理智剩下0，可是没有东西靠近我、欸。衣服吗？我要不要去找你们啊？可以啊，你可以来找我们啊。哎、欸，没有东西靠近我哎、欸欸啊，我感觉不到任何诡异的感觉。哎、欸，我好好的哎、欸，米娜，你现在飞到哪里去了？我在我现在。应该说离我们的基地不远。等一下，到你。我看看，我看阿千吓我一跳。啊！天亮了，天亮了。不会吧？欸、这里有两只黑色怪物、哦，你不要过来啊、哦！理智对我来说没有用。啊、真假的？哦，什么意思？我理智变零，不会有东西出现、欸。有啊，有黑色怪物在你旁边，在我们家。有，我看到，我看到，我看到。我好好的、欸。他好像不太会攻击我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我好端端的、欸。居然的 ，Yep， 这狐狸不需要理智吗？狐狸是个动物，它本来就不需要理智啊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可是我的世界变得很奇怪，有一种对比度好像调差的感觉。欸、我一直处于被阿千吓到的状态。我真是很怕鬼，是不是？我好好的、欸，好开心哦。这边有点蘑菇，采一点看可不可以。所以其实这里的生存王就是阿神。对，我太强了。什么？哎、欸，我们都好背背。机器人，吓、欸、我一跳！有家伙在做机器人呢、欸。哦？哦，没有没有没有，理智怪物来了！哎呦，他来了！该来的还是要来，是吗？对。我先捡点花，看一下会不会好一点。好多种子，我赶快捡、欸欸。我看到零食了，增加了。这边有吗？旁边这边有种子。好，增加了5。可是我不能离你太近哦，所以对，我忘记我先吃点这个好了，填饱肚子。理智等一下再讲，反正现在已经是零了。OK， 所以事实证明，没有用，没有用。对，就是他们还是会揍我。OK， 不过我可以捡点花。我现在在很远的地方，跟你们是完全反方向。理智开始回来了。啊！完了完了完了！怎么了？哦，这快死掉了！快死！我要不要去找你？你我现在在那个还在营地附近啊，种子被吃掉。
旁边虽然还是有，但是就是，哎呦，兔子好难杀，你给我过来，给我过来，你不要跑，种在这里，种东西会增加吗？哎、欸，那个家伙还在追我哎、欸，我理智都已经到17了。还是要吃到他不会追我为止，没关系，我就吃到他不会追我为止。这什么名就有砍到？好多蘑菇哦！看到鬼了！看到鬼了！哦，哦，那是我看到那个是那个是米娜，哎、欸，阿钱，钱，那个是阿钱。嗯，我在上面啊。蓝色的。哦，我来问问你们，你们人在哪里？在原本的营地吗？我在原本营地。嗨，林行，我想办法去复活你们。等一下，有让你降低吗？有。我现在已经变74，你不要再靠近我了。OK， 这家伙还是一直都在讲啊。有啊，一直都在讲。哦，被咬了，那也没差、啊。痛痛痛！嗯，哦，我去找你们。所以原本的营地是不是？对。回去喽。地上这些是邪恶花朵，不能够采哈。对。这有个虫洞哎、欸，那会跳去哪里？跳进去。哦，你自己跟我低瓦跳进去干嘛？不行不行。我去跳进去了。哇 ！OK， 我看到一些奇怪的鸟，不对，那是兔子。哦、oh, ，我知道我人在哪了。哎、欸，兔子都变黑色的嘞！啊，我现在有、啊、那就是理智太低了，好恐怖哦！这个世界是怎么？哎、欸，我先想办法复活你们两个，看一下我们可不可以活到10天。我觉得我们活到10天就是极限了。好、啊、，OK， 我现在有稍微的饱足了，可是我的理智下降超多，我理智剩下2。不要吃种子。这个是这边好多果实哦。哦，背包，那我记错了。拿点果实，拿点果实，拿点果实。这是极限生存吗？哇，做了背包我就不能穿。OK， 阿谦，我们在营地那边集合，反正我没有理智了，所以你可以靠近我。那我也要过去吗？对，都过来，都过来。好。看这游戏到了吗？恐怖，快到了，快到了，就在前面。嗯，我看一下我要做什么东西才可以复活你哦，因为我自己也没有做过啊，所以也不是很清楚。好，来看一下。OK， 那边有个怪物在那个地方，他是冲着我来的，对不对？对，他是冲着我来的。Oh my god！ 我看一下哦，小心不要靠近他哦，他是跟着我来的，可是。芊芊，嗨，你好。好可爱哦你。啊！哎、欸，所以他在追你啊！他在追我。芊芊，你看、哦，稻草过来，哇，这太多只了！发生你后面，这太多只了。我也会，你也会。哇！加点火，加点火进去。哦，我用。哦，不行。哎、欸，我把东西丢给你，你来用。你需要的是，想办法做出一个叫做什么，在这里捡起来。左边，左边，最左边那个地方。好恐怖！等一下，左边稻草那个地方，稻草。哦、看到，这个吗？对，把它捡起来，把它捡起来。然后嘞？然后，有一个绳子的那一栏，点进去有一个叫做什么 Telltale Heart， 1、2、3、4、5只 ，OK。啊！你被咬了。对，我刚被咬吓我一跳。OK， 有个叫 Telltale Heart。等一下，我做了，我做了，然后嘞？ Okay， 然后点他们吧。你的血够多吗？我剩41滴。OK， 很有可能会挂掉，应该是不会。好好，你丢给我、啊，我去复活他们。你丢在地上，我去捡。Oh my god！ 我放这边，这边，在那边。OK， 我把它引走。OK， 过来，过来。等一下。啊！你可以帮我煮点东西吃吗？我现在身上，我是身上也没。这里丢在地上，捡起来。上面有玫瑰，还在揍你。啊、你理智讲。等一下。哎呦！我的灵芝也是他要灭团了，过来！阿谦，复活阿谦！等一下，阿谦复活！阿谦灭团了，快点！快救！我现在要干嘛？阿谦挡在火堆那边，我没办法做食物，我要做食物。为什么姑姑在？要灭！难道我们的那果实都剩下？哎，不见了！我把它清掉。为什么他们会消失？我用那个杖打他们、啊，死了！啊，林星，攻击他们！我死掉了！哎，打死他们之后，理智会回复哎、欸。阿胜，怎么了？刚刚我本来
那个我只做了阿谦的，然后我还有一个还没做，是米娜的。哦、痛痛痛 ！OK， 在我的遗骸堆。阿谦加点火进去，阿谦加点火进去，快点！在我的遗骸堆里。多点 ，OK OK， 好，我知道了。打死他们理智会增加哎、欸。阿谦揍他们，快点快点揍他们！我剩零，我也零了，我也零了。揍他揍他们就对了。明天我们自己出去玩。揍他们啊！我靠！被他们俩好恐怖啊！我们可以走吗？不要再看了。那好可爱，我们几个，看我们两个，捡起来。对啊，我们俩没有这样的压力，真好。你们已经解脱了是吗？有一种，对，就解脱了，没错。你那，你看我在你身上，知道怎么打、啊、？OK， 回复，我大概知道怎么打，我大概知道怎么打了。我现在只要不要死掉，只要不要死掉 ，OK。所以可以打、哦？可以。消失了吗？我们可以出海吗？不行，不行哦。这边有一个种子哦。嗯哎、欸，他打得到我，打不到他哎、欸！吓我一跳！你那，你去弄树会变这样子哦，亮亮的啊！招、欸、起来了、啊！我死掉了！啊！剩下阿谦。哎、欸，我们来玩一款好玩的游戏哦！我们现在在丛林里面按空白键。空白键。嗯。哎、欸。啊！收起来！打到。阿谦死掉了。掉了啦 ！Right， 这个系列差不多该到这了。希望猫们喜欢。哇哦，一次要照顾四个人的胃，真的是，这也太难了吧！希望猫们看得愉快。那我的个人系列目前也在正在连载中。我的个人系列里面有更多的一些模组的东西。希望猫们喜欢。我是阿神 Kuluki， 我是阿健 Kuluku， 我是林行，我是米娜。我们下次再见喽 ，See you guys， 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